我是小玉啊，很高兴从台北下来高雄和大家见面。听说高雄的粉丝都很热情耶，把热情拿出来给我看看好吗？哎，结果一阵冷淡，发生什么事？非常好，对不对？好，来换轩轩了，轩轩在里边请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轩轩。好，这四天呢都会在竹间餐饮集团和大家见面哦。好，欢迎大家呢帮我捕捉漂亮的美照，要记得标记我哦，救命！